承认你是个好医生了吗？只不过当时我没有觉得你是个好人啊。哎，你拜托，你一直在走高冷路线，好不好？就这种拽拽的样子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大家都拽拽的样子。哎，你第一天在医院的时候，是我把休息室让给你。大哥，那是我自己争取的，好吗？那第二天早上的冰袋和纸条，对，纸条呢？那不是小兔医生给我的吗？是你给我的？那不然呢？哇，这什么鬼缘分，命运的捉弄。我错了，顾医生， I'm so sorry。 我上大学的时候应该读侦探学，对不起，给你三鞠躬。道歉有用的话找你聊一聊。